罗艺琪，那刚刚说到这个纸张写的是什么？主持人懂懂点音乐，致旅者乐队啊，来一个劲爆的乐鼓声。老师，有人要你表演的？有啦有啦，我们的音乐技师都有听到我们的老师的声音啦哦 ，OK 啊、哦。你老师你有粉丝啊，他要听你的鼓声而已。好啦，那在这里呢，也要祝我们所有朋友们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很高兴哦，今天的歌台好多的什么都好多的朋友，再一次的感谢大家。上来我们既然来到歌台的舞台上面，我们来带来一首胡健歌曲，这首胡健歌有一点点久没有唱了，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，叫做《海海领心》，来送给所有的朋友，谢谢。
喜欢听福建歌，对不对？福建歌还是大家的这个一个喜欢一个喜好，因为在可能电台上面比较难听得到福建歌曲哈、哦，所以可能到了歌台，大家都我要听福建歌啊。歌台就是很多的方言在穿插的一个地方，那也非常的感谢大家，还是那么的喜欢歌台。过了两三年之后，大家都没有忘记掉哈、哦、这样子的一个人情味的一个地方。那我们安排了第二首歌之后呢，下来老师。来，我因为这里的朋友好像比较喜欢听福建歌了哦，而且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的上联会，我们就唱一首比较有好预兆的一首歌来送给所有的朋友。那这首歌曲送给我们所有做生意的朋友们，祝你们生意兴隆，祝大家哈、哦、赚很多很多钱啊，可以赚很多很多钱。下来这首歌曲，我觉得以前感觉上这个数字很多，现在不觉得特别的多，中了那个多多还是觉得好像没有很有钱。那再来这首歌曲，一首几把板来送给所有的朋友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回味这首歌，然后喜欢这首歌曲。 OK 可以吗？可以的话来点掌声好不好？要发财的朋友来多一点的掌声。Let's go.
在心里，有几多梦碎。